这是有规则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、我们给大家定了一个环节，就是大家在一个情境当中来展示不同的风情。我们让两两配成一组，给大家拿上一个题板，大家可以猜猜每两组表演的是哪一种风情。然后他们要在上面要填空了。对对对。而且呢，在你表演的过程当中，必须要唱到刚才我们学的那个小帽探妹儿啊，看谁表演的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一组，我们有请哪两位呢？那第一组我们就来有请的是赵海燕和钱小豪，来有请二位。朱之谦，朱之谦，哇哇，大陆朱之谦，麻烦你，我现在去那个辽宁电视台录那个明星专辑来，麻烦你赶时间。哎呀，着啥急呀？没看见我化妆呢？当初是你要放开，放开就你啥？你上哪儿？我去那个辽宁电视台。这费劲劲的，辽宁电视台是吧？是是是是是。好。啊、谁？哎呀，你不是大明星钱小豪吗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大明星，大明星，我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！我知道我看了你老多电影了，我看过你太多太多电影了，现在武打片咔咔老带劲了。哎呀妈，你太帅了，你给我签个名吧，你给我签个名。可以可以，你给我签。可以，我的心，开心，开心，你开心，你太拍盘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得开着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有点激动了哈。像你们演艺界的明星，就是啥场面都见过，是吧？啊、是是。那什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最近吧，我要参加一个选美大赛，你看我美不？美。啊，特美的是吧？美美。啊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我新做的指甲美不？喂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快点快点，没有事没有事，我就是不用手，我拿脚都能开啊，你放心啊。拿脚的感觉跟声音差不多。到位的，你没听见人家说吗？天上有战斗机在飞，地下有赵海燕在追，知道吗？说车技相当到位的，拿脚哗哗的就能到位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星星才可以容人拍片啊，对对对，啊对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我就觉得是这样。一般参加选美大赛呢，一般都会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才艺展示，对吧？你看我也有才艺展示，你看一下啊，这睁眼睛呀，探妹儿啊，睁啊，看我的眼神，睁眼睛呀，探妹儿啊，睁啊，你也睁，哎呀，你睁眼睛，这眼神行吗？哎哎，对，我再怎么跟你甩眼神，你放心，就是我就闭着眼睛，我都能给你摸到电视台去。我知道你眼神在那。拍盆啊，没有事，一般就是获了奖之后呢，都会有获奖感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说我获奖感言该说点啥呢？什么？就是我获奖感言啊，就是对对，就是我获奖感言，我该说点啥啊？其实你总获奖，你这咋不知不明白？你教教我呗。啊，对。就是我应该感谢谁吧？感谢你爸爸。啊，对对，爸爸应该是谁谁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应该感谢谁呀、啊？啊，对，那就是感谢爸爸妈妈，感谢兄弟姐妹，感谢什么这个 TV 那个 TV 什么，就是还有，哎呀，真的我自个儿还不用你管，还有就是感谢你，比如说像对门那个王红啊，都曾经都，还有什么后院的烧锅炉的老刘头啦，就是一系列的。行，有数有数，哎呀，没有问题的啦，你看你前面有数，哎，等会儿，我怕，我啥事没有，我以为我是这样想的哈、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路上还有树。哎呀，真的很痛啊，真的很痛。那我问你，知道为啥撞树上了不？为什么撞树啊？就因为没感谢树。哦，谢谢二位。我发现这个赵海燕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，赵海燕开车肯定刹不住，是吧？二位刚才表演的是什么的风情呢？我们看一下啊。啊、哦，是凡人的风情。你看看，这第一组演的就这么好，不知道下面一对怎么样来准备了？你不知道下面一对是什么样的风情。